会想拍拍照，带着你的相机，带着你的贵重的东西，跟着我们走，先找到了位置，告诉你洗手间在哪里，去洗个手，刚刚好像没有水嘛，请大家去洗个手，然后呢再去拿餐来吃。原则上我们还是吃一个小时啦，但是呢大家提前的吃饱了，可能我们就看状况，就会请大家，我们就离开了啊。